好，Hello，各位读者，大家好啊，我系罗文生，欢迎翻到嚟我哋嘅长盛投资频道啦。咁啊，最近咧港股就气势如虹啦，系咪？嗱，如果大家咧都有跟开我嘅 YouTube 啊，或者我直播都好啦，咁我相信呢排咧应该都执到多少钱噶吓。战绩不错啊。嗱，各位如果未订阅我哋呢个频道嘅朋友，咁记得啦，做翻 CLS 嘅三部曲啊，comment 啦、like 啦或者 share，咁我都即系亲自解答大家嘅，好冇？最近咧，恒生指數就哇勁到，即係勁到黐咗啊！咁啊，一齊同大家睇一睇先。咁啊，哇搞咩啊？咁恒生指數咁啊，嗱，恒生指數咧就喺其實咧喺3月22號咧，即係唔係好多日之前嘅嚇。3月22號咧最低嘅咧係講到係16,065點啊，咁啊低位4月24號啊。好啦，咁啊24號到而家咧，大概12345678910交易日啊，咁差唔多啊升1,000幾點啦。咁啊喺拍片呢一刻咧就18,493點啊，升一 total 升咗2,000幾點啊，呢、這個低位呢一轉。咁咧好多就即係措手不及啦，因為就我哋喺其實咧喺較早嘅時候咧，譬如係個零月前啦，其實咧成日都係聽到話香港嘅經濟唔好啊，又大陸又話水緊啊，跟住又內房又話破產啊，咁所以咧就即係聽到嗰種投資嘅氛圍咧就好唔 happy，好唔高興。咁咧，好多人咧就可能係會猶猶豫豫，於是乎會話：喂，萬六又跌翻落14,000啊！咁嗱，相當多嘅朋友咧就可能真係錯過咗呢一段嘅升浪啊！但如果我哋之前咧，我哋其實拍嘅即係片段啊、YouTube 好啊、直播好啊，咁其實咧都做咗好多財務報表嘅分享啊！咁啊，於是乎咧有少少嘅一啲嘅喜訊咧，就想同大家即係我啲同學啊，有啲嘅分享啊！咁啊，睇睇佢哋即係過往究竟做咗啲咩落喺呢排啊！好，先嚟望一望啦，最近咧就有啲騰訊嘅戰績分享下，咁喺低位咧283，即係283蚊咗咧就鬧。嗰、那個騰訊啊，咁啊，依家咧就賺緊27%，咁呢個正股嘅表現啊，咁要喺低位，譬如做嗰啲嘅期貨啊，或者期權啊，等等嘅槓桿咧嚇，咁呢個回報就應該即係更加誇張啦、啊。咁啊，嗱、呢個第一個啦，就騰訊嘅一個即係狀況啦。咁、其實咧，見到而家有成27% 咧，短線我哋都諗住即係食啲糊先噶啦，嗱嗱聲係撳翻啲錢出嚟啦。咁啊，後下有啲咩平嘢，有啲咩好嘢，咁於是乎就可以換貨啦。OK，咁啊，嗱，騰訊嘅，咁啊，恭喜各位先，OK，啊，食咗呢一個咯喎。咁啊，再望下啦，咁啊，仲有一啲嘅其他股票啦，咁都想同大家分享啊。咁啊，喺另一次嘅直播片段嘅時候咧，都同大家高呼一個港交所嘅業績啦。其實都幾好嘅話，咁啊，另外跌到210零蚊嘅時候咧，其實都計到呢啲都係筍價嚟啦，即算係啲千載難逢嘅機會啦。咁啊，216蚊又入咗港交所，咁嚟到呢家咧就即都食到呢一轉升市嘅升浪啊，有20幾%嘅港交所，咁都相當唔錯啊。咁啊，恭喜各位先，如果都係有跟到啊，咁啊不特止，即係好消息係即陸續有來喎。咁咧嗱，你見咧呢？段嘅恆指嘅升浪好誇張啦，升勢都幾全面嘅，無論新經濟股、科技股或者一啲係舊經濟股等等，其實都係有錢賺嘅。咁啊，包括係一啲即係以前都唔多喐嘅內銀股啦嚇，咁啊同埋咧仲有呢只大笨象啊，匯豐控股啊。咁啊，一個分享啦。咁啊，匯控咧，咁啊，位我哋喺61蚊買啦，即係呢一度啊，呢個 highlight 俾大家睇睇。OK，咁啊，去到咧69.25咧，就都有20幾萬嘅 profit 啦嚇，相當都唔錯啊。咁於是乎咧，就嗱，港交所啦、騰訊啦、咁啊匯豐啦等等，全部都係一啲啊業績亮眼、業績優秀嘅股票，咁升起上嚟當然係有原因啦。咁喺低位嘅時候，亦都係有數計。於是乎咧，就感覺有十拿九穩，即係會好有信心賺到呢一啲嘅錢嘅。OK，咁啊，另外都仲有啊，都想同大家分享下。咁其實咧，我哋有5S 長盛策略咧，買到呢啲股票，固然都計到數啦。一啲啊大股啊，賺錢有盈利啊等等嘅股票。咁另外咧，仲有一啲嘅 IPO 啊，咁啊短線食股就快嚟快去啊。咁啊嗱，大家都知啦，IPO 由即係上市啊，申請白表認購啊，到佢上市有得 trade 嗰刻咧，其實都係講緊幾日啊，一個星期左右嘅一啲時間，OK。咁所以咧變相扎住嘅錢時間都唔會好耐，OK。咁啦嗱，呢只咧就我哋嘅米高集團啦嚇，咁啊中間咧就沽過啲貨獲咗啲利啊，咁所以咧依家咧扎住我哋嘅錢就少咗，變相個攤薄成本都低咗，OK。咁啊賺緊就話都幾誇張喎。1.7
會啊，其實啊，即係如果你用10,000蚊咧，就已經賺緊17,000嘅啦。呢、這個米高集團啦，咁呢啲咧其實都係一啲5S 嘅投資，就攞嚟部署一啲 IPO 嘅短線策略㗎嚇。OK，好啦，咁最近咧就一啲嘅開心分享咧就講完啦。咁不妨又睇一睇翻咧，即係最近呢個大市係一啲咩諗法啦。咁 OK，好啦，嗱，有人就話啦，喂。低位到而家，喂反彈成2000幾點都幾勁啊，係咪？即係都唔使1個月嘅時間嚇。咁啊，有人就會話：，誒會唔會係牛市重臨啊？咁 OK，咁啊，亦都有人就話：，喂，這係虛火嚟啫，係嘛？經濟都唔好，咁啊，各行各業表現又差，咁啊，甚至乎講到即係香港零售業啊、香港餐飲業，喂，直頭冇人食，個個走晒上大陸嚇。咁所以咧就覺得整體嗰個經濟好空洞。咁啊，兩方面都有人睇啦，係咪？即係話：，喂，低位徘徊咗好耐啦，係咪？咁樣彈上。嚟會唔會話去翻20,000點啊？牛市重臨係咪？另外一啲就係、是、總之嗱，喂而家彈咗咁多，會唔會有啲獲利回吐？咁咧今日就想同大家分享下呢一方面嘅睇法嘅，好唔好？嗱，咁啊當然啦，你跟咗我咁耐咧，即係各位如果睇咗我頻道啊各樣，你都知道我哋就梗係即係睇啲實數啦，公司要賺唔賺錢啦，價又筍唔筍啦，咁其實全部都有數計嘅。OK，嗱，去到呢啲位咧，你問我話係咪好貴咧？其實我自己都覺得都唔係好貴咁，但係短線性。升幅又真係有嘅，好啦，係唔係虛火咧？咁可能你都會問啦，OK？嗱，咁我今日咧就住幾個觀點想同大家即係探討下嘅。咁啊，第一就講下啲實事先。實事係咩咧？嗱，最緊要咧，股市會升同公司盈利一定有關啦。公司越嚟越賺錢，經濟即係成個經濟越嚟越好，其實股市嘅升幅都可以好驚人，OK？好啦，咁啊。嗱喺中國咧，最近咧就即係報咗一個經濟增長，大概有5%。咁啊，香港咧都有經濟增長，咁呢個我都幾詬異嘅，因為零售消費總值跌咗成7%，但係香港都話有2.幾%嘅經濟增長啊，仲要係實質經濟增長，即係按美元嘅評價咧，按購買力評價減翻出嚟嘅啦。OK，嗱。中國有增長，香港又有增長，同我哋市況眼見咧就好似有啲出入嘅嚇。咁啊，不過冇理啦，數字就即係當佢唔呃人先啦。咁啊，嗱，數字唔呃人，股票事實上又係咁樣抽升翻上嚟。OK，其實呢啲嘢有冇一啲真實嘅賺錢位係有 back up？即唔係虛火嘅意思，OK？其實就有嘅嗱，咁我今日咧就不妨同大家睇睇咧我騰訊最新嘅財務報表啊，同大家告一告富下睇睇先，OK？嗱，眼前咧呢一個咧就係騰訊啦，喺四月嘅時候咧出嘅財務報表嚟嘅，OK？嗱，數字有好多，咁但係唔使擔心啦，我抽絲剝繭睇啲即係比較重要嘅數字先，OK？嗱，同大家睇睇啊，咁啊不妨望一望咧騰訊嘅整體收入啦，OK？好啦，騰訊收60,090,000嗱，呢個係收入啊，OK？對比2022年咧，其實就即係有所增長，咁咪唔好睇笑啊，因為單位係80,000嚟噶，80,000、10,000、100,000，我6,000億生意，做6,000億生意，上年咧就5,500億，好啦，於是乎其實呢度咧就有所增長嘅，OK？嗱，騰訊賺錢有所增長，咁聽落都唔錯啊，係咪？咁咧個收入成本咧就喺呢度啦。咁即係正所謂嗰啲貨物成本啊，或者服務成本啊等等，咁喺呢一度咧，其實你眼見啊個成本咧就冇多到嘅，但係生意就多咗嗱，於是乎咧毛利率就有所改善啦。你見到毛利就即係賺多錢嘅，OK？好啦，其他嘅一啲嘅銷售啊、一般行政開支、其他收益等等咧，又都唔算係即係差唔多睇齊啦，冇乜特別。咁於是乎咧就經營日利咧。就賺多咗錢嘅，OK，賺多錢嚇，好啦，咁啊撇除有一啲嘅利息收入啊、財務咩投資收益等等咧，嗱真真正正如果你講報出嚟嗰個騰訊嘅數字咧，其實咧佢就係年度嘅盈利，本公司權益持有人咧，其實咧如果你認真望啊，呢、这個嘅準則咧，你見到喺調整晒一啲嘅投資收益之後咧，實際騰訊咧，咦，竟然係下跌嘅喎，即係賺少咗錢喎。你會奇怪啦，喂，點解賺少咗錢，股價仲會升啊？咁樣樣，OK？啊，咪望落都幾奇怪。嗱，咁啊，其實咧，你見就收入增長啦，咁啊，毛利改善啦。咁其實咧，喺中國大陸嘅整個社會，無論係遊戲好啊、支付系統好啊、騰訊自己嘅一啲嘅服務啊、QQ 啊、微信即微信啊等等，其實咧，應該個市佔率、生意啊，其實都係向好。整體而言咧。
符合即係我哋見到嘅國情咧，即係話經濟有實益嘅增長，有實體嘅增長，即係大概5%。咁其實騰訊反映出嚟都有啊，但係就話你賺少咗錢喎，咁啊你係咪真㗎？咁嗱，咁啊不妨咧細化下睇一睇啲嘅即係真相，好唔好？我成日都希望大家會留意呢一件事嘅，即係唔好單純地咧就係睇個盈利啊。OK， 嗱有時咧。做生意做生意，咁无非都系想赚钱啫，同唔同意？OK， 好啦，投资者都一样啦。你点解我哋想买间公司，无非都系想间公司，即系第一就公司赚钱，咁我哋当然好啦。第二就系股价有所升幅啊嘛，系咪？好啦，但系就即系以前可能听过好多人就系、哇呢头禁制买咗股票，第二咧就即系求神拜佛啦吓，咁啊话即系用晒你嘅念力啊，用晒你嘅脑神经、脑电波等等，你就日日夜夜希望只股票会升，系咪？嗱。咁啊，過往升與跌都好，咁啊，你用念力都似乎唔係好 work 嘅，係咪？嗱，咁實在咧，其實咧，公司賺錢，股價嘅表現咧，唔會離開佢好遠嘅啫。咁啊，各位就一定要對呢件事有所信心先，好。咁啊，睇一睇翻啊，呢個騰訊咧就嗱，如果你講做生意咧賺嘅錢咧，經營活動現金流量，我哋成日都講嘅，OK？ 嗱，望一望啊，其實咧佢做生意咧。流入嘅錢啊，即係公司收到嘅錢咧，其實係多過上年好多好多。OK， 咁啊嗱，如果即係你用percent 去計，呢度差唔多係多咗成80,000蚊嘅 percent 去計，多咗成5-6成啊，5-6成嘅升幅嘅。OK， 嗱，咁所以咧，如果喺股票嘅低位。即係相對就筍啦，股價筍啦，公司同時咧就業務增長、盈利收入增長，其實呢啲係一啲上上之選就上佳嘅事嚟嘅。OK， 咁所以咧，如果無論我哋對比翻港交所好，無論我哋對比翻騰訊好 ，OK， 咁啊，甚至乎匯豐啊等等 ，OK， 一啲係舊經濟股啦。其實咧喺過往呢一年咧，唔係預即係好似大家預期咁話即咁差，生意大圍環境好似我哋眼見嗰種咁差、咁淒涼、咁悲慘，其實都冇呢件事喎，係好爽嘅喎，而家因為佢哋真係賺到錢嘅 ，OK， 咁啊同時咧騰訊咧賺多咗嘅錢咧就攞嚟咧加大回購嘅力度啊，咁啊即係攞翻啲錢出嚟咧就回饋股東，咁啊好誇張喎，騰訊嘅股票回購咧低位都買到200幾蚊㗎，咁啊於是乎其實咧真係炒股票佢自己都可以炒自己股票賺錢㗎。咁啊，不特止啦，都當即係幫我哋股東係有所增值嘅。咁啊，整體而言咧，就覺得公平合理啦，做緊即係一件好事啦，亦都幫我哋股東用嘅錢咧做得非常之好啊！咁啊，騰訊咧俾個 like 佢啊，於是乎咧，我哋亦都食到呢一水，佢賺多咗錢，公司賺多錢，盈利向上嘅咧轉升幅啦。咁啊，股票嘅升幅亦都 enjoy 咗啦。咁啊，如果低位買咗嘅同學，恭喜曬啦啊！咁啊，賺錢就開心離場，可以平一平倉，睇下大市咧往後係點樣發展噶咯。OK， 咁啊，所以咧今集咧就同大家簡單分享一下咧，第一就大圍嘅宏觀經濟咧，各位一定都要有所掌握㗎嚇，即係話，所以如果一個國家或者一個城市地區咧，真係係蕭條啦，經濟係差啦，或者甚或乎經濟衰退啦，咁我哋其實喺股票市場咧賺錢嘅難度都相當之高嘅。OK， 嗱咁啊，但係倒轉講，如果即係成個國家嘅宏觀都係有所增長，人均 GDP 上升啊，咁啊，其實咧我哋投資嘅得益應該都會相當之唔錯嘅。OK， 嗱，以上咧就係一啲簡單嘅騰訊嘅分享先啦。咁啊希望咧我哋下一集翻嚟咧再同大家 update 下，又有一啲嘅新嘅釋放、新嘅諗法，究竟會係點樣樣啦。咁啊，所以咧如果低位已經買咗股票，咁啊今日啊可以部分沽貨離場，或者壓低你嘅均價咧，就開始即係回吐一啲嘅資金先啦嘛。咁啊，靜待一啲嘅機會，我哋睇睇會唔會有啲回調啊，俾我哋繼續買入呢啲公司優質嘅公司嘅股份啊，好冇？咁啊嗱，以上呢個片段咁啊送俾大家，有咩問題啊？關於其他嘅股票啊，或者一啲現金流嘅諗法咧，都歡迎留言俾我嘅，咁我都會喺下邊嘅留言區咧親自覆大家，好冇？好啦，感謝大家支持，下一集再見，拜拜。大家好，我係黎嘉榮，係有多年交易經驗嘅全職 day trader。而家每星期二夜晚10:30都會喺 Boss My YouTube Channel 度做直播 day trade 立指。我除咗會喺直播裏面分享 day trade 策略之外，亦會實戰一槍，以最赤裸嘅方法驗證交易策略。平倉，逢星期二約定你。